啊，这边来一个全新的 RG 手游，烦死了，又是 RG，因为是 RG 手游啦，我觉得也不用讲太多，啊，就忍龙就对了。RG 手游其实没什么压力，其实我觉得 RG 手游这么多，就是输压的吧，我觉得。哪一直出这种游戏？我是不知道现在的人有多喜欢输压游戏啊。那当然，你们自己去测试一下，可不可以中离取得？可不可以存档中离？我是不知道了，退出就知道啦。没的嘞，直接退出也不会提示，然后也没有。他没有提示也没有给你经验值，所以不能退出啊，不能退出啊。那这是什么？好吧，那我觉得没什么好讲了。哎，不过有一个特点，它一开始的关卡比较少，只有四回合。老鼠，